些肯定是没有前途了啦。不过，从小做到大的关系就尽量坚持咯，看希望有一天好一点啊，那个行情啊，也希望政府会帮忙什么，要帮忙一下这个价钱会好一点啊，就可能可以维持久一点啦、啊，不然就很难啦、啊。哎，这行业越来越少人做了嘛，收的量又不多，所以很难维持，你讲吗？